谈恋爱心动不就得了吗？你就没有心动过？从来都没有遇见过那种让你一眼万年的人。你犹豫了？谁啊？长帅不帅？干嘛的呀？你带来我店里，我帮你把把关。就是一个路人而已。路人？可能以后也见不到了吧。龙，你饿不饿？饿。走。让你不吃饱就出来撒欢，现在知道的了吧？在这乖乖等我啊，别动。这就是你说的满汉全席啊？你要干嘛？麻烦你让一让。好狗不挡道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让开。让让，坐下。抱歉啊，吓到你了。他以为你们在叫他。这个阎王好可恶！这个是我的责任，我赔给你们吧。不用了，干嘛？几块钱的东西让人家赔啊？哎呦，又不是让他赔钱，天赐良缘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出去。我的？不然呢？要不是我有男朋友，自己上了，便宜你了。不用谢，成成成成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，那个一共8.2元，微信支付吧，先加个好友。不用了，我有现金。这年头还有人带现金？不是，你看这个有零有整的，你怎么整？8.2元正好，不用找了。我今天是装不对吗？我这头一回搭讪被人拒绝。好了好了，走了。嗯，哎，我把这收拾一下，先上去。我去把这个撇了啊。